给不给？不给。给不给？不给。给我。放手！天然他已经全权委托给我了，手续齐全，随时可以过户。这次我也没办法了，你自己保护好你自己。你给我过来。那天你约我出去吃饭，就是为了等我上钩是不是？我知道你很看重那套房子，可委托书是你自己签的，也许这就是天意吧。天意？你还跟我说是天意？我也没赚到钱，我找谁去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我拿那些钱都干嘛了？我去还我弟弟炒股赔的钱了，我也是受害者，我这些年赚的钱全给他填无底洞了。你不是说你弟弟不炒股了吗？可是你也不能这么对天然啊。我也是想暂时抵押一下房子嘛。对不起天然。还剩多少？还你是不是又拿去买衣服买包包了？我做代理当然要穿得漂漂亮亮的，我不赚钱怎么还你嘛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天然别打了，我实在是没办法了。我不管你有什么办法，你必须把我的房子赎回来。我一定把你的房子赎回来，可是我还介绍你去音乐会了呢。音乐会？你还好意思跟我提音乐会？靳泽一，靳泽一，靳泽一，你开门啊！谁呀？又是你，干嘛？让我进一下花房，我找个东西就走。这里没你的东西了，走。哎，有的，我爸爸留给我的遗物，还有一箱磁带，这些都是爸爸留给我的，真的很重要。又是爸爸，这个借口真是没完没了了啊！哎，你就让我找一下吧。行，去那个垃圾桶找，别来打扰我。哎，没完没了。喂，洛天然，上楼上找吧。把鞋脱了，快点啊！听到没？拆哪里好呢？哎，等一下，这是我经常用的杯子，我给你拿个新的。你用这个。哎，别别别，你要喝水用那个壶，这个壶是我的。洛天然，这是我家，我想干嘛干嘛。这是什么？装修设计图啊。你要重新装修？当然了。不行。什么不行？这个房子是我爸爸为了完成妈妈的遗愿亲手设计的，我爸爸已经去世了，你不能重新装修这里。那你对我也太不公平了吧。
我知道你对这房子有很深的感情，但是现在这里所有的一切都属于我 ，OK？ 我会尽快把钱还给你的，尽快。尽快？拿什么尽快啊？我写的曲子，等我出道了以后，我把版权、署名权全都给你。要是还不够的话，我可以慢慢花。拜托。来，伸手。走。等一下，我换鞋。我告诉你啊，这是你最后一次了啊，别再来了。别给我来了。白眼狼，亏你生病的时候我还好心收留你。什么人啊你，名气了不起啊？靳泽一还想把我关外面，切！既然他不在家，我就先赖一会儿。回家啦！还是家里舒服。靳泽一是不是最傻的？果然英雄所见略同。房子是挺好的，就是好多虫子。你收拾金山银山呢，快点，再给你一分钟。我跟你说话听到没啊？快点，磨磨唧唧。干嘛呀？我是想告诉你一声，我不走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这里是我家，你有没有搞错？你偷拍我，给我。不给。你干嘛？给不给我？不给。不给。给不给？不给。给不给？不给。你还抢人家东西你？你偷拍我！给我！动手你！给我！